鹰酱再战职业九段瑞老成功复仇，央视正面评价鹰酱。女子方面，芮乃伟轻松淘汰战鹰，于之莹则击败王祥云，挺进下一轮。输了比赛的鹰酱也是给捷宝加油，默默支持。鹰酱比赛后吃饭，巧遇练校，杰宝看到他们一起吃饭。你在这吃饭呢？你怎么那么巧？你说巧不巧？后面是笑笑，这什么缘分？杰宝直播开始委屈，三句话不离烤肉。对啊，我这两天跟谁都没有约过，你知道吧？如果跟谁约过，你昨天就应该看到我和鹰酱还有那个笑笑在那吃狗罕见的烧肉了，你知道吧？但是就没有啊，也没有啊，罕见烧肉也没有我的份。杰宝很生气。但嘴还可以，我们吃我们的这个大囊子，对吧？让他们那罕见吃吃吃烤肉去，妈的！人生之艰难，就像他。不惜之长河，虽有东去大海之志，却流程缓慢，征程多艰。然江河水总有入海之时，而人生之志却常常难以实现，令人